去他问他所在的地方呢，就在这个。现在乌塔所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巴黎的蒙巴纳斯的那个大厦底下，因为上次我有介绍过来这边，因为今天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玩的活动，它就是一个巴黎现在是最大的一个波波旗，我干嘛我在玩波波旗，妈的我要迟到了，我上次进错门，因为这边才对。现在对，现在是什么相机啊？热啊！就是有一个网围着这样子的一个波波池。我看出来了，你那人还蛮多的。但你很亏耶，除非这样子，教我怎么拿相机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样就小了，超好看。你要自拍杆啊，这样角度你脸很大，里面的比例脸大了。对啊，我也发现了。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每一个影片拍出来的过东西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就要进去这里哇。套上了这个套套，我们就要进去玩喽！讲讲讲讲。波波，你不进去吗？我进去。出来出来出来！哇！不见了！中间，中间，头上都是镜子，你头上镜子太……你要进去我要拍你。动片要修，天哪，起不来了，什么？起不来吗？我要掉下来！哇！哇！再起不来！太贵了，太贵了！不是他。这玻璃好不好拍？还不错，因为不会特别晒。好，我最大就只能放到这么多。Hello， 现在就在那个蒙巴纳上面。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去哪里？现在就是，回我家拿点东西，然后再下午跟 Via 还有他女儿跟我们去看婚纱，是看婚纱，对，对，我们去看婚纱。你要远一点，对，我现在是远了，我手不长，你知道吗？像现在我们去 Arkis 东西，就是一些卷什么饭团，看我吃他们的炸鸡饭。Thank you.
然后我就打包了三个，就明天做早餐包，要记得便当。他是要摁那个门铃吧，然后这边就是有这个二楼的，我也觉得很好看的，哇，好华丽耶，好爱这种 feel， 对，先上去，超爱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种电梯超赞的，这种复古电梯，天哪，超漂亮。不是我要接话，我今天过来是玩，因为今天 Ria 是过来这边跟这个婚纱店有一点点合作，所以我今天就跟 Ria 过来看婚纱。然后因为我是人生中第一次在法国看婚纱店，所以就相当兴奋，这些东西超漂亮的。那么他们现在呢就来聊合作的事情，我们去看看婚纱吧。直接给地址让他们过来，这家比较高档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些都好看，真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好看，那个背面。这个做工做的真的好，超好。这个做工细节做的好好。我最喜欢这一种。是吗？这么挺的话是非常好的，便宜东西做不出来。很挺哎。对啊，就便宜东西做不出来。好漂亮这个。早看到别人穿这个。这个我刚刚我也看到了，我觉得这个超好看的，因为我喜欢有彩色的东西。这个也好好看，绿色的这个，而且真的会很轻盈哎，不会特别重哎。啊，我好喜欢那个有颜色，它好眼熟哎。好可爱啊，现在不要给我拍照，就去看另外的一家婚纱店，然后因为那家婚纱店离我比较远，所以我就不跟他去了。现在因为我还可能要回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有点事情要说，就是微店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我就不跟他去。然后现在呢，乌塔就回家，现在就想去买一点雪糕。今天 vlog 就大概到这里，下期再见吧。乌龟啊，干嘛？超级贵，好累，好好累的。Thank you.